这段视频的来源和出处未知，它显示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不明飞行物在海面上缓缓移动。它的底部有一些线性的纹路，用途不明。视频底下的描述说，这个物体靠近时，无线电通讯中断，声纳雷达全部失灵。这是一名船员冒死出来拍摄的。视频只有这么一小段，完整版还没找到。由于信息太少，所以视频的真实性很难辨认。